这把主播零杠八，怎么可能？六十星还要请演员吗？我操，那七十星这种分段还要请演员，我真想笑，好吧。说了我再稍微认真玩一下就行了，稍微拿出这么百分之二的实力，好吧。我减少我的失误就行了。前面的失误那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我的失误太多了，我的失误太多了导致我输了。学我的阿珂在1800爆杀怎么办？你肯定不是学的我的阿珂，你看你这个名字对吧？肯定不是学的我的阿珂。发起进攻。如果你想让我背锅的话也是可以的，好吧？如果你是想让我背锅的话也是可以的。虽然说可能是你喜欢的博主学习了，你并没有学到好的成果，但你想让我背一下锅的话也是可以的。这芈月传送
他再怎么纯素，他为什么能把我队友给爆杀呢？我怎么能理解了，对吧？不知道头痛，头痛啊！为什么还是在爆杀我的队友？一边送人头一边爆杀我的队友，为什么这种情况下他都能爆杀我的队友？我的队友但是他也要打，总是在宗师没有做出来之前，总是想要操作一下对面，实际上对面全是不假心。Audio.